嗨，Hello。他係一隻，我諗用所謂第三身嘅角度去鼓勵大家，即係遇到好多唔開心嘅事情啊、傷心嘅事情，其實只要過咗嗰關，即係靠自己啦。咁有好多事情都會覺得變得好小事。咁啊，有少少自我鼓勵嘅成分喺入邊。今年其實 target 上是出三隻歌，咁三隻歌其實都是由唔同嘅班底去做，咁亦都唔同嘅填詞人去填，咁但係屬呢三隻歌都希望唔係自己嘅諗法嚟嘅，咁純粹係有一個題目或者時間，就係希望所有都係喺夜晚發生嘅，無論節目講咩，都希望復活個時間嘅發生點喺夜晚。咁所以呢只歌其實你話係唔係自己嘅經歷都幾有趣嘅，因為呢只歌出咗之後，有好多朋友都話：，恭喜你做翻自己啊，或者恭喜你放低咗啊咁。但係又我又覺得呢只歌反而唔係，即未必係自己最中意嘅種類嚟嘅。咁所以我諗大家點樣去解讀只歌，或者點樣有咩嘅諗法，又冇啱同錯嘅。咁只要大家開心，聽得開心就 OK 啦。但係咁多唔緊要，我諗放咗低或者未放低，又未必係用，即我自己又唔會用一隻歌去點樣講公佈，即話俾大家聽或者點樣。即我諗而家都係工作行先嘅，即又唔知點解好低能咁樣喺屋企整出嚟標啦。跟住即係嚟緊又會需要落翻我哋或者開劇或者開戲，咁所以工作行先啦。